错迷离的神奇故事。鹦鹉挥变法造出一座城，充满神异古怪的黄金古旧城。太平世界里有个巫毒教，有个无恶不作的女魔妖，还好江湖上有个好人在，他是个心地善良淳朴男孩。你看那无欢心意像是一场戏，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结局，是否在明天将有不同的遭遇，未来的日子是否记得你。皇帝是孩儿，专做导弹事，真守不凡的好小子。还有虎孩儿，本事真不赖，如果遇到他麻烦跟着来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大英雄都是小人物出身，大家努力携手争家园，再闯黄金的孔雀城。你看那无欢心意像是一出戏，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结局，是否在明天将有不同的遭遇，未来的日子是否记得。这金阁老真不愧是无毒教徒，有够毒的。现在鱼已经在网里了，就等本法王抓出来下油锅了。走。是。好。怎么，殿下也有兴趣同本法王一块儿去吗？这件事情本爵觉得索然乏味，我是不想去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本爵觉得去找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不如不找。法王，你不是说想去捕鱼吗？是又如何？既然是捕鱼，为什么不到大海去捕，给大贤法王伸手一番，又何必在这个小池塘里掀起三尺浪花？那海又在何处？就在法王的心里。殿下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说起话来像老和尚打禅语似的，故弄玄虚？本爵并非故弄玄虚，法王，你想一想，你要捕的鱼是黄金孔雀城的天下，还是困于浅滩中那几只烂鱼烂虾？殿下想的的确够深够远。好，那么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好，够毒，够狠，够辣，本法王就照你的意思去办。请。走。是。我告诉你们呐，腊月天呐，只穿这身单衣啊，再泼上冷水，那还不冷啊？可恶！哎，小老头，你别凶。方才你们在酒桌上不知不觉中了我们天灵解灵烟，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也死不出来的。你请问一下哈。你这个天乙解铃烟是什么？哎，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好像是一种木天华、藤萝子、雄黄，还有其他药材所配着的奇药，本来是用来替会武功的人治伤的，可暂时除去他的灵力，保住他的元气，可是却变成了武器啊！我试试啊。哎，不愧是南国神医啊，居然连我们北方的偏方你都了如指掌啊。小子啊，你少替他戴高帽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们暂时除去了我们的灵力又怎么样啊，除非把我们三个给杀了，要不然等十二个时辰一过啊，就有你们好瞧的。我们冻得这个样子你们笑什么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用不到我们费那么大手脚刷个胃，现在外面天气很冷，
在天宜这种天气啊，没有人只穿一件单衣撑过12个时辰，况且你们的衣服啊都是湿的。哎，你们就慢慢在这磨坊里享受我们这天然冷气，保证冷房效果极佳，绝对极静无声。你们就慢慢享受，好好上我们天堂吧。别跟他啰嗦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别了，喂，你们都走了。哎，快快快，等一下把门窗框给你们钉起来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冻死的。哎呀，这个冻死啊，我看是没什么关系的。不过啊，最可惜的就是说，我们找到了凤凰宝藏，这一辈子都不能享受了呀。哎，你这是啥鸟？你简直是无可救药啊！到了这个节骨眼，你还有心思想发财呀？不想发财，我现在又能想什么呢？我现在啊，倒是担心红姑娘他们五个人的安危，我不知道他们追薛西楼追得怎么样了。哼，薛西楼，你少得意，你用这种方法赢了本姑娘，算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？有本事你跟我刀对刀，枪对枪的再打一场。对。难道你所用的奇门遁甲就是光明正大？更何况本座所布的八卦阵本来就是战场上所用的奇门阵法阵，是专门用来克制你们这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。所谓五行入八卦，孔明也下山，这句话你总该听过。少来这套，原来你这阵法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你做不到火孩儿奔木啊？启禀少主，那是我阿吉的功劳，只要我一插手啊，就少了两级，就同上一次幽魅寺虽然用万花筒，但是因为我的插手也少说了两个同样的道理啊。哼，阵法不比邪术，只要一发动，纵使是千军万马也将深陷其中，要抓到他们这两个小鬼那也只是迟早的问题。哼，就算通通被你抓到了又怎么样？那正是我要问你，你先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啊，咦，这里我来过吗？这不是龙血武士的总坛龙潭吗？嗯。龙潭不是在黄金孔雀城，怎么会搬到天宜来？我听孔大夫说过，龙潭已经叫少一尊的黑武士给毁了。你们说的都不错，这是新龙潭，是本座为了要纪念我那短命的兄弟黑旋风而在天宜重建。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？因为本座敬重也是一位不畏强权反抗少爷尊的巾帼英雄。你的事本座已经调查得很清楚，你既然是翡翠凤凰王雷浩龙的女儿，为什么反倒帮着天宜令胡家？这岂不是亲痛仇快？亲痛仇快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可怜呐，翡翠凤凰城乃是被少一尊和令狐天意联手所立，难道这件事情你都不知道？你说这些可有真凭实据？本座犯不着骗你。那令狐天意和少一尊狼狈为奸，先灭了我呼伦族，然后又远交近攻，各个击破的又毁了你父王的翡翠凤凰城和这小子的大帝国。他们这两霸平分天下，一得领地，一得财力，都是咱们的大仇家。我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调查清楚，所以我不惜一死号召了我天书祖宗的呼伦族弟兄，生擒了那令狐天意。没有想到你却帮着仇家来捣蛋，这不是亲痛仇快是什么？我这里有一件礼物要送给雷姑娘，等你看了以后你就会相信。这是这就是令尊和家父当年所穿戴的盔甲，也就是本座朝夕焚香礼敬
是不忘血仇的千人遗物。薛西龙，你能不能替我松绑？嗯，是。红英，拜见父王。好，很好。只要你明白本座这片苦心，那么本座所布的天仪八卦阵和寻找令尊这套盔甲的苦心，也算没有白费。多谢薛大哥，我雷红英从今以后，凡事听明薛大哥做主，水里来火里去，绝不辱没我们两家的先人。好，痛快。阿本少跟阿吉，我们也听您的。哎，五行不可分，也算我水孩儿一份。太好了，哈哈哈哈，替他们松绑。是，快点快点。从今以后，各位就是我龙血武士的盟友，也是我龙潭的上帝。大哥，这次的痛饮300杯啊。那是自然。雷姑娘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和本座共服一大杯如何？慢点，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。我孩儿跟木马儿，这件事本座也是无能为力。为什么？所谓八卦阵中入五行，不是生擒五行，就是毁了五行。就是布阵之人也都无计可施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总有点办法。没有，除非阴阳相生破阵。可是本座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阴阳相生破阵，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破阵。逃出去，没有想到我真是低估了布局之人哦。哎，师傅，不要灰心嘛，再走走看嘛。哎呦，你不知道这个阵法有多厉害，它是以阴阳、五行、八卦来布局的，阴阳相生，五行相克，八卦多变化。虽然这八卦只是一阴一阳来布局，可是它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。哎，我们现在在这阵法上，可是逃也逃不出去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还不简单，既然逃也逃不掉，我们就在这个镇里面等着老油条孔大夫来救我们。反正这镇也没有危险啊。哎，谁告诉你没有危险了？刚才人家用稻草人来攻击你们，不就弄到你们手忙脚乱吗？还把我那个徒弟也抓去了。哎，怎么跑？那我们不就是创造历史，打破神话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师父，我知道，我还是说我们这几只小乌鸦反而打败了稻草人，空前绝后啦。哎，八卦多变化，生生不息，它甚至于可以通灵。哎，它可以把眼前所有的事物啊都当成它攻击的武器。哎，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好像很平静啊，其实处处隐藏着杀机，我们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师父，那他现在为什么不攻击我们？刚才他用稻草人攻击你们的时候，你不是把他打败了吗？我在想啊，他一定要想出一种不怕火的东西。想这样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天底下不怕火的东西多吗？例如，那个蛇就不怕火了。你提醒他。启禀法王，这个里面既然关的是奸细，
为什么不抓出来加以审问呢？这里头关的不是什么奸细，而是只盘踞黄金孔雀城多年的妖怪。妖怪？多年的妖怪？什么妖怪？不管是什么妖怪，总之今天本法王就是特地前来收妖的。启禀法王，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哪会有妖怪？这只是在这个小说童话中间说给小孩听的吧。金碧多，拿下这些妖怪，你的功劳并不比本法王小啊。现在本法王就让你知道这里头到底关的是什么样的妖怪。福儿过来。啊？这什么这样啊？你一听妖怪之名你就吓成这样，还配当黄金孔雀城的丞相吗？丞相？不错，本法王念你拿妖有功，现在起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丞相，享十万担俸禄。法王加封，微臣当然高兴，只不过我们这个黄金孔雀城之志没有这个丞相之职啊。从现在起就有。怎么，是不是你不相信也不想当？微臣相信相信，微臣承蒙法王厚爱，封高官厚禄，理当是甘老徒弟，结草连环，做牛做马，马革裹尸，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够了。成语词典都快让你给背完了，你又不是武将，结什么草，衔什么谎，还马革裹尸呢？你听着，只要你跟本法王好好的做，不要丢本法王的脸就够了。请遵法旨。你们让开。是。现在无论是何等厉害的妖怪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法王临命，法王临命，黄金孔雀城之母。云儿，起来。虽然父王有些出乎意外，但是尤妹斯会这么做，以他的个性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你不要自责，父王自然有方法对付他。人都关在这儿了，没水没粮的，恐怕不出三五天啊，就会被饿死了。到时候。怎么去对付那妖女呢？三五天饿不死的，王妃没听说过男欺女霸吗？要真的饿起来，撑个七八天不成问题。父王，应该真不懂，现此绝境，父王怎么反倒疯疯癫癫起来了？是啊，难不成你气糊涂了？当然不是，本王胸有成竹。莹儿，你到那边墙下右边数过来第五块砖下找找看，看有些什么东西。这个去啊。哦，是。大王，这母后你瞧，是炒米跟肉干呢。好香哦，好像才刚放进来的，还挺新鲜的呢。这个密道只有莹儿一个人知道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预备在这儿呢？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宫里同城外的三条密道都是本王下令秘密开挖的，作为不测之时的准备。每一条密道之中都藏有大量的金银跟食物，有一名总管太监定时巡查补充，吃的干粮每个月换一次，
了肉干、炒米，还有美酒、干果，分量够咱们吃上一个月。哇，父王果然高明哎！才怪，就算省点吃吧，总会有吃完的一天。难不成我们要用你藏的那些金银珠宝去买新的？王妃不必多虑了，但我相信不出三天，多则七天，自然会有来救我。谁？谁又知道我们被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密道里？就算是有人要救我们，也躲不过尤梅斯那一关呢。担心也没有用。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一切只有听天由命。可是本王相信，老天不会丢下咱们一家人的。还是要小心一点，这个八卦法阵啊，一波又一波的，就像潮水一样，很可怕的。哎，那为什么又停下来了？法阵啊，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，每一次攻击啊，不管得手不得手，他都会有间断片刻的休息，除非我们全部人都被擒了，要不然就被消灭，否则他不会停止的。办法真好，推磨去寒，我们这一下冻不死了。哎，老油条，你这个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老夫我是开豆腐店的，不管天多寒地多冻啊，三更半夜都得起床推磨啊，推得满身是汗。那夜天里啊，我还在打赤膊呢。所以啊，我就想到这个办法来了。推了，有人来了。我看八成是冻僵了。这小子长得挺俊的啊，这下子不知道有多少娘们要伤心伺候。来，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。哎呀，好热啊，热死人了。哇哈哈，哇，真的热死人了。喂，哎，两位小哥，你们心情好吧？你看我们一身大汗，哎，能不能像上回一样，啪叽再泼我们点冷水呀？哎呀，好热啊！这怎么回事？小子啊，我问你们啊，在我们黄金孔雀城的东南方啊，有一座火龙谷，
你们听说过没有啊？哎，有听过。哎，听说那火龙谷里面有一只火龙叫什么什么什么大什么番鸭来的。哎呦，什么大番鸭？是大师啦，师啦，关你们什么事啊？哎，你看看。我们三个身上所穿的就是大师那个皮所做的，又名就叫火龙纱，穿上了以后无论天气多冷啊，你看热得我们满身大汗啦、啊、真的、嗯、嘿，当然是真的了，要不然我们关在你们这么冷的这个磨坊里面，嘿，哎呀，怎么会这么热啊、好热啊。你说的也是啊、天下居然会有这样的宝贝啊，这太不公平了吧、这种宝物既然住在南方，这种东西应该只有我们北地天仪之人才用得上嘛。对呀、哎，小子，要是你们两个喜欢的话，咱们就一人送你一件。真的？哎，不行，这个火龙纱是百年难求，怎么可以随便送给他们呢？我看呐，你们两个要就花银子买，送给他们太便宜了，不行。那你们要怎么卖？哎，这个嘛，算了，我说送就送嘛，啊，哎，咱们卖了银子被关在这里呀、也没地方可花、说的就是嘛，我看这样子，我们也不白拿啊，对，干脆我们用身上的衣服跟你们换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倒是好主意哦，啊，行，好，我们就换了，啊，来，换。好冷啊！哎，秋妹，啊，我脱下来这个火龙纱的衣服啊，哎呀，好热！去，把脚底板冷到头上来，一点都不热。哎，这什么火龙纱？你怎么骗我们的？小子啊，谁骗你们的啊？这要是一下子就热起来的话，马上把你们烤成番鸭。不行，一点都不热，冷死了。废话啊！老爷，当然不热，这是什么天气？老爷，这是皇军孔雀城产的宝贝，叫什么火龙纱？我们一件，留一件给您呢。对，什么？哎呀，这是宝剑火龙纱。哎，是，这是那个火龙谷里面那个什么大师拉皮做的。可看御寒，珍贵无比。你看他们穿了之后，还满头汗呢，冒汗了。不错，真是。老爷，我知道，本来老夫是来劝降的，可是现在老夫有客人，你们三个人好好待着，老夫随后就来。等一下，我看你有没有冒汗。去冒汗，冷都冷死了还冒汗。好冷了，大丫头，你别吓我，这件衣服值35000两啊，别忘了要给我啊。你要跟我谈钱呢？你当然谈钱，这衣服穿在你身上假的。晚辈雷红英不知道门大丞相也是抗暴的义士，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包涵。别客气，阿彻，这不过是老夫跟薛首领演的一出戏啊。不知者不罪，啊，阿成，走，事情的经过薛大哥已经都告诉我了。那太好了，阿成，丞相是不是病了？不，是冷啊，阿成。哎，那你们怎么不穿衣服呢？不，不是，你不知道，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宝衣，火龙纱呀。啊，是火龙，大斯拉皮做的。现在虽然冷了一点，可是待会热起来不得了，还会冒汗。咦，大斯拉是火孩儿跟水孩儿杀的，我怎么没听过曾经剥过他的皮做过什么衣服啊？不是你们朋友身上穿的。梅姑娘，什么事这么好笑？你们赶快带我去见他，你们全上当了！啊，上当！太狠了！阿彻，这么冷的天，您剥了我们衣服关在磨坊里，难道就不狠了？老夫原来是把你们当成敌人呢。
老小子啊，现在咱们不见得是朋友哦。前辈，请别这么说，请各位让我替你们介绍一位真正的朋友，也是今后的伙伴。学士楼见过各位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朋友变成了敌人，敌人倒变成了朋友啊？是啊，老夫我虽然平日里嘻嘻哈哈习惯了，可是大节之处绝不含糊。丫头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啊。放心，红英不是糊涂人，请听我说。这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可是……哎呀，明白就明白了，还可是什么？我虽然明白了，可是没办法跟你合作。啊！王千岁，千千岁！重情民女，谢大王。可惜，你们说错。不知臣等何处说错，请宝王明示。你们口称千岁，可惜从今日起，本法王不再是千岁，你们该称呼本法王九千岁。那这九千岁的意思，就是代表监国。打从今天起，这个黄金孔雀城所有的军政大权，都由监国全权处理，所以这个就应该改一改称号。怎么，还有谁不服的？我不服。代王尚在，代王没有指令，为何突然由法王来监国呢？很好，这个问题本法王待会儿回答你。本法王再问一次，还有谁不服的？我也不服。好，很好。请把王手下留情。跟他攀比，还谈什么法王？本法王与代王一字并肩，代王有难，法王监国乃理所当然。不服者才是叛逆。没有旨意，光在保护者才是叛逆。你不要指鹿为马，颠倒是非。代王早有旨意，对本法王不敬者与对代王不敬者同罪。哼，是非黑白，智者人心。武士们，站好。快将这妖孽拿下！嘿！快！快！快！下手！上！法不可废，饶他们不得。叛逆的下场就是如此，你们可看清楚了？本法王最后再问你，还有哪一位想与本法王为敌的？法王监国，臣等誓死不服。深明大义，为什么你最近老是偏偏跟我唱反调？我有十足的理由，可是现在不能当着外人说啊。你不敢跟我跟薛大哥去，我就当你是外人。哼，红姑娘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你喂喂喂喂，有
话好说，有话说，别动气嘛。他要当外人，那不才，哎呀，我活报应，就当个内人好了吗？莫非这位朋友想助我龙血武士一臂之力？哎呀，没错，我就是为了那个金龙之珠。你说什么？不，我是说，我跟着雷姑娘走好了。秦庄头，你呢？老夫我，还没有决定。没关系的，凡事总要想清楚了再做，否则中途变卦那反而不美了。不错，这句话刚好可以送给红姑娘。孔龙心，你不要以为……哎，红姑娘敢做敢当，这是天下闻名的。你杀了我孔龙心，天下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的。哼，你明白就好。那为什么这一回，你跟火孩儿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敌，却只见你跟那个姓薛的回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的，丫头啊，那四个娃还有阿吉呢？他，土少主还有水孩儿正在避处，想上宾领域。就那个胖子阿吉嘛，也是一样。可惜木娃儿和火孩儿还深陷在本座所布的天移八卦阵中，生死未卜。你倒挺老实的啊。你不要语带讽刺，本姑娘带出去的人，本姑娘也会一个一个将他们平安的带回来，你等着瞧。雷姑娘，你要上哪去啊？当然是入阵去救他们。雷姑娘，你去不得的，你也是五行之一啊，所以五行再入阵，一去不回头。你这次去要比上次还要危险。红姑娘，这是我一时气话，你不要当真嘛。本姑娘偏要当真，我偏要去。就算命丧八卦阵，也比你不明大义、苟且偷生来得强千百万倍。哼！薛大哥，此阵虽由你所布，红英此去是生是死，绝不怪你。雷姑娘！红姑娘！他可以走，你们俩人不行。糟老头，你挺聪明的，等我分的金银财宝少不了，有你一份。天啊，岂有此理！你们俩过来，把他们俩人给关起来，让他们好好叫考虑考虑，不许打搅。来，是。好好动动脑筋想一想啊！来想一想自己啊！可恶啊！人生被人欺呀！老虎落平阳被狗欺呀！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孔老弟呀，你确定这么做没有错吗？我现在也是六神无主，心乱如麻。前辈，你就让我想想嘛。好，别人怎么样，我们暂且不去管他。老夫我相信你就是了。怪石喷出的黄石地藏液，不能消耗体力，要不然治疗起来就困难了。那两个石怪，不用怕，我已经用了水灵归息大法，护住咱们三个人。那怎么行？连你灵力耗尽，怎么还是难逃？不过，不要跟我说话，能撑多久就撑多久。别怕，我来救你们。啊，师父。谁叫你来的，苏师傅？红衣，小心！顺风满天起，再鼓动地来，走不了了。
宁儿不相信天下没有破不了的阵，可是这是天下第一阵哎。好本领，仗势，我要如何称呼你？啊，他就是布阵之人薛西楼。啊，臭小子，那你还不快把他们撤走，引我们出去？抱歉，在下也只能挡他一挡，撤不了，也出不去。你这就是何苦？既然撤不了，为什么还要来陪我们送死？此阵乃是在下所为。当时没有想到雷姑娘居然会义薄云天，一口答应与在下合作。现在既然是自己人了，在下自然没有道理让姑娘只身涉险。作茧自缚，这下可好看了。别这么说，火孩儿，薛大哥的义气是天下无双，他肯来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我让武器沾身，快点施展屏幕星云。好，快。臭小子，你刚刚不是会旋风离火战骨节吗？为什么还不动手啊？现在八卦逆转，已经进入坎水真念断魂节，地上的雾气就是断魂物，沾身夺命我也破不了。你到底在干什么呢？刚刚你不是听那个姓薛的说，他布下了八卦阵，困住了火华儿跟木儿，我想帮他们。哎，哎呀，你只会帮人家看病，难道说你还会破阵呢？我虽然没有习过武，可是啊，我却学了万人敌。嗯，哎，什么叫万人敌啊？这个武功练得再好啊，也不过是七步干戈。我倾心的是运筹帷幄，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兵法，这就叫万人敌。好一个万人敌啊，你果然不像一般的小鼻子小眼睛的江湖人物啊，嘿，有将帅的气概哦。你别夸我了啦，我连纸上谈兵都破不了，还谈什么八卦阵啊？啊？哎，老小子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小心把这个药服下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废了我的武功还不够，现在连我这条不值钱的老命你都还要啊。这是天一界灵烟的化逆散。什么叫化逆散？哦，这化逆散啊是天一医者的术语，在我们南国来说呢，就是解药的意思。解药？对，把它敷下去，你立刻可以恢复灵力。哎，老夫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告诉你哦，你反反复复的欺骗了我们好几回。天一王在雪溪楼手里，老夫又不装疯卖傻跟那假意合作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么说，你想救天一王了？当然。何止是老父，王后娘娘、楚歌殿下、天意满朝文武，哪一个不想？香纳雪溪楼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才从老父这儿下手。老父早就得到殿下从黄金孔雀城传来的讯息，等你们来跟你们商量，所以老父才忍辱负重。好，你不用说了，老夫我明白，把药给我。多谢你们肯相信我，昨儿有得罪之处，望两位不要见怪。确实解药啊。不知我要如何
跟你合作来救天一王。嗯，什么人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给发现了怎么办？跑啊！怎么办？跑！跑啊！站住！哎呀！来人呐！我看你们往哪跑？起来！哎呦！啊！哎呀！混账！你们这两个东西，啊！吃里扒外，看老夫我怎么扒了你们的皮！来人呐！哎，老丞相，请息怒，说不定他们不是吃里扒外，根本就是外人派来卧底的。说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老爷，老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你们的事儿，不过你们也不许离开。是。其实啊，你们两个就是不说，老夫我也明白，你们是胡伦族人，血溪楼手底下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假装跟我们首领合作，就算你把我们俩的给杀了，到时候我们首领知道了，哎，那个时候，你天一国的大丞相连命都保不住了。大胆！哎呀！你们两个明明就是巫毒教的，还冒充什么胡伦族的人？你们不配巫毒教！哎，老油条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巫毒教的？哎呀！孔老弟啊，您别忘了，老夫以前也干过那个邪教的总护法。他们两个就是巫毒教派来的，而且职位还不低哦。哎，阴阳二灵官，起来吧！啊，别装了。哎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有人卧底还佩戴着玉牌的吗？阴阳。我想通了，孔老弟，你想通了什么？我干嘛一个劲的往外冲啊？我想通了，怎么破那个天仪八卦阵？刚才我一时激动，刺激了红姑娘，我怕她现在陷入了阵中，我要想办法救他们。那好，老夫也跟你去，走。慢，你们都走了，这儿的事谁管？老丞相说的有道理，老油条，你就留下来吧。我此阵非同小可，你有这个把握吗？只有尽人事，听天由命了。但愿后会有期。秦爷，这两个混账怎么处理？依老夫我看嘛，这个就。把他们关在磨坊，存了个火龙沙。我的妈！孔信是你啊？有没有见到红姑娘他们？半个时辰了，他们就已经入阵了。哎呀，一会儿又打雷，一会儿又战鼓连天的，好可怕！八成这会儿啊，已经没命喽。胡说！我正要想办法救他们。算了吧，咱们手里布了阵，连他自己进去都出不来，就凭你啊！有什么好笑的？自己的首领遇难，没有本事救他，还幸灾乐祸的。孔仁信，你真的有办法救他们了？这，我算算看。哎呀，你这块骨头，救人就救人，干什么？还算时辰呢？我不是算时辰，我是在算八卦阵中的乾坤震艮离坎巽兑的哪一节。哪一节啊？说了你也不会明白。你们要是跟在下一样有救人之心，就别说风凉话了，动手帮个忙好不好？帮忙？我们怎么个帮法？我们又不懂得那个阵法呀。这个你们不要懂。只要你们帮我找两根杯口粗细的木棍就成了。这容易，走，咱们去砍几根木头，来看他怎么个破阵救人。走。侯宝义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干什么？你叫他们去砍木头，难不成还有我搬大石头啊？这倒不是，你就告诉我，你那个神秘兮兮的什么？什么催猪咒就成了？别打马虎眼了，别忘了，你说过你要跟金龙珠走，那个金龙珠啊，在红姑娘那儿。
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哎，怎么样啊？好了，告诉你就是了。这一颗疲倦的心，走过了多少高山丛林，我离开只是为了逃避，逃避那伤感的回忆。也许你依然想着我，也许我不该离开你。